你要换什么？他。赤鱼，你这个疯子！你以为河图洛书是你一个人拿到的吗？没有我们，你以为你拿得到？我想请王子妃去若江小住几日，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赤云根本就不是想要我，他只不过是想让我亲眼看到自己在哥哥和丈夫的眼中还不如一件东西。这天下的山川河流地势天气，尽在这河图洛书当中。如果你们二位都同意的话，各得一半玉了。如果你们其中只有一个人同意的话，那我就将这整个的河图洛书。 我跟你走。什么？阿木，大哥，如果拿不到河图洛书，就没有办法跟父王交代。我就随他走一趟便是。不用担心我，你拿着你想要的东西回去复命吧。阿木，放心吧。 赤云，你要是不出手，我可就不客气了。赤云，别忘了你的许诺，我已经答应跟你走了，你为什么还要允许童正去追杀我大哥？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但是我只许诺用你交换，我并没有许诺交换后，童正不可以再把它夺回来。 赤云，你当真要如此吗？我小心翼翼地将一颗心交付于你，努力地和命运做斗争，想要跟你在一起，无论生死，无论荣辱，都信你，爱你，和你不离不弃。可如今你呢？ 你可曾真正的信任过我？
那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你真的这么恨我吗？难道在你心里，除了多疑和凶残之外，就没有一点信任和仁慈吗？就在昨日，你还对我反复吟唱着海一样的深情，可转眼间，一切都没有了吗？想要我死，你中了他的冥火，你现在一点灵力都不能用，我求你了，阿嬷，我求你了，你骗就骗吧，我不生气，我也不在乎，就算是虚情假意我也要。走开，阿嬷，不要过来，自从相逢，你一直在追，口口声声说什么宁可血溅衣衫，只要我眼中有你；宁可血满荒野，只要我心中有你。如今我心中有你，眼中有你，可你的眼中、你的心中，可曾真正有过我？阿嬷，不要过来！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若是我眼中还有你的影，我便挖掉我的双眼；若是我心中还有你的人，我便毁掉我的心。的一瞬间，唤醒记忆的容颜，桃树下缠绵，笑容的耀眼。阿嬷，我一定可以救你的。不要过来！你要干什么？错过不过是最勇敢磨练。就算彼岸渐远，就算血脉荒野，我宁可死，永生也不用你救。一往千年也不灭，我们说好的诺言。就让爱是最初的感觉，指尖征服岁月，感动如戏浮现，任夕阳漫过天边。
穿越这扇窗，穿越荆棘烈焰，那官场路多艰险，不怕那一天宿命轮回间。今天要么就让我见阿莫，要么就杀了我。你傻呀，快走啊，走。错过不过是最勇敢磨练。阿莫，坚持住，求求你一定不要放弃。宣阳入，再次别过。好媳妇儿，原来你竟然舍得以命换命来救我。从明天开始，每年四月，我会在不归谷的桃花树底下等你，我们不见不散。你若年年穿我做的衣袍，我便年年来看你。赤云，今日所承受的一切，我无怨无悔。只是，你为何没有赴约？你我曾经的许诺何在？姐姐已经死了，你再这样抓着她也没有用，抓她她也不会活过来，你再这样下去你也会死的。你以为你跟她一起死，若姐姐就会开心吗？你就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吧。早知现在，当初为何不信他？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纸，一寸土，一帘幕，一花一树一坦途。回来，回来。不仅仅是他们，也是我亲手将你推了进去。若姐姐，若姐姐，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上到了，坚持住，马上到了，马上就到。大殿下，大殿下，大殿下，你怎么了？大殿下，快来人呐！芷若，芷若，你怎么了？大殿下，芷若，你好吗？你怎么了？谁干的？玄牧的童筝，怎么只回来你们三个？阿莫呢？被赤云带走了。童筝，先把他们两个扶进去再说，快！你们总算回来了，怎么样？河图洛书拿到手了吗？哼，去问你的好兄弟赤云吧。行吗？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和各族高手激战了数日，本来已经助赤云大人夺得了玉轮，还能将宣阳之若和宣阳玉尘一举诛杀，削弱宣阳族的实力。但是没想到，中途杀出了凌云圣轮，他还救下了宣阳之若和宣阳玉尘。赤云大人更是用手中的玉轮和凌云圣轮，还有宣阳玉尘做了交易。他用玉轮换了，究竟换了什么？换了圣轮和玉尘的亲口答应，让宣阳若到赤云那儿小住几日，为了一个女人，把这大好机会拱手让人。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我就知道宣阳若是赤云最大的弱点，没想到现在连玉卵都让出去了，这回真是把我玄牧害惨了。那赤云人呢？他回若江了吗？定是带着宣阳若一块回若江了。我打伤那个宣阳若，定然有很多人想找我麻烦，不如找个理由躲上一躲。陛下，这次河图洛书没有拿到手，臣难辞其咎，臣自请回军反省，镇守边关。佟大将军不必自责，这件事情怪不得你和星芒。臣去意已决，请陛下成全。好吧，那便依将军所言。谢陛下。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赤云和阿莫去哪里了？凌云圣轮，好啊，好一个凌云圣轮，好一个大皇第一公子，你竟然还有脸回来？亏得若姐姐还是你的王子妃，你竟然用她去换取河图洛书，在你眼中，若姐姐还不如一个物件。在下有错，还请将军告诉我，在我走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阿莫现在在哪儿？若姐姐死了，若姐姐她死了，她被童筝以明火重伤，在太阳彻底下山之后，坠入了这鱼渊中。从来没有人在夜晚进入鱼渊还能够活着出来。他是被你们联手害死的。怎么会这样？你走啊！滚！即便在九泉之下，若姐姐也不愿意见到你这无情无义之人。若姐姐，我现在唯一能为你做的，就是让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不得安宁。你活着的时候，没有机会报答你的大恩。现在你死了，这个大仇，我一定要报。折返御苑，遇到昆布，昆布说阿嬷被童峥打伤，之后不幸坠入御苑，尸骨无存。是我们联手害死了他，是我们。醒了，阿嬷呢？阿嬷呢？不知道，我们离开以后，谁也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兴许是被赤云带走了吧。赤云对阿嬷有情，至少应该不会伤害她。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得赶紧把河图洛书交给父王。被童峥打伤之后，不幸坠入御苑，尸骨无存。是我们联手害死了他，是我们。忘记他？怎么会呢？我已经派人四处打探了，可就是没有他们俩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俩会去哪儿。要不然，我派人去不归谷看看。不光是不归谷，若江的村寨也都应该找一找，没准他带着阿嬷隐居在什么地方了。昆普将军，参见陛下，免礼。昆普将军，你可知道赤云去哪儿了吗？陛下，赤云受伤，被逍遥带走了。臣不知去了哪里。什么？赤云受伤了？嗯。那阿嬷呢？臣不知。啊，这下可好了，谁会知道赤云会去哪儿？陛下，不知道童峥大将军是否回来了？他比你先行一步，已经回来了。他现在人在哪里？镇守边关，自觉反省去了。奇怪了。这一向温和持重的昆普将军，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哎，无所谓了，估计是因为他太过劳累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赤云，昆普说他受伤了，也不知道他伤得怎么样。还有，赤云给我组建了两支军队，他还得要训练呢。如果这个时候
宣扬来犯，哼，就那两支军队，无法单枪匹马斗他们。算醒了，你要再不醒的话，我真该杀到玄牧去了。放心，我没事。你还说没事，都伤成这样了。我们才刚刚成亲，你就想让我……对不起，让你为我担心了。反正说什么我也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出门了。我给你拿药去。依琳，阿莫呢？阿莫回来了吗？好像被赤云带走了。什么？哎，你去哪儿？你还有伤呢。大哥是一定不会让阿莫跟着赤云走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要去问大哥。哎，芷若，芷若，慢点。大哥，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了？阿莫呢？我听说阿莫被赤云带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莫是希望宣阳能得到河图洛书，自愿跟赤云走的。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还是说，大哥你为了得到河图洛书，把阿莫卖给了赤云？好好养伤吧。既然大哥有更重要的事情，那我去找赤云，我去把阿莫要回来。不用了。为什么？阿莫不在那儿了。那阿莫在哪儿？余渊生死不明。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坠入余渊？什么叫生死不明？你要去哪儿？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把河图洛书交给父王去复命。阿莫生死未卜，你却只想着去向父王复命。难道在你心目中，阿莫的性命还不如那个河图洛书吗？好了，芷若，你不要再说了。芷若，别冲动。也知道你很伤心，但是你记住，阿莫的死不许和任何人说，否则大荒必会大乱。那样的话，阿莫的死将毫无意义了。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不是我大哥，你不是我大哥，你不是。父王，儿臣将河图洛书给您带回来了。哦，好，
好啊，好啊。哎，玉辰，怎么就半颗？赤云将这玉鸾一分为二，我和圣伦各得其一。不过即便是这样，也能保证其他的势力得不到它。嗯，半颗也好。我宣扬本来就没有征服天下的野心，这河都洛书，只要不让玄牧得到就好，这样宣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玉辰呐，你做得好，父王一定要重赏你跟阿莫。哎，玉辰，有什么事吗？玉辰，到底出什么事了？阿莫死了。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魂尽稀有何年，心有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